这次国际帐篷节吸引了来自意大利、巴西等欧美国家以及国内380多个户外俱乐部的6500名选手，同时还有大批慕名而来的户外爱好者，参与人数达到了15000人。漫山遍野的五彩帐篷成了武功山一道绚丽的风景。为期3天的帐篷节还设立了负重徒步、高山拔河、环保穿越等项目。本届帐篷节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文明户外，所以我们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文明户外和生态文明高度的融合，从这个方面来引导我们大家做一个文明的游客。人没了。中国萍乡武功山帐篷节从2008年举办至今已经是第6届了，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国内外户外爱好者公认的狂欢节。